入贼神爷。我们福恩宫坐落于桃园市龙潭区的凌云里竹林路51巷22号之1啊，公主是张伟胜公主，有总干事彭惠安，常务监事陈甲根，执年炉主曾伟辉，执年副炉主陈俊义啊，今天共同率领我们福恩宫所有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龙源宫。各位，福恩宫呢是所供奉的是正五路的财神爷。福恩宫成立在于101年。我们福恩宫创建的宗旨呢是要帮助地方的弱势家庭、独居老人，所以福恩宫在每年的农历初一及十五的两天，都会供应晚上的爱心便当给凌云里、龙翔里、上华里、巴德里的弱势家庭、独居老人。爱心便当更是由一群默默付出的信众及志工亲手制作。我想今天这个善举呢，一定要让我们现场的所有各位乡亲朋友们来知道，福恩宫的确默默的在为地方来做服务。当然，我们也要非常感谢制作热腾腾的便当来发送到关怀据点及独居的老人，谢谢你们。大家热心的掌声，谢谢，谢谢，谢谢。